好山好水好味道，欢迎观众朋友继续的回到记录台湾。彰化鹿港的包子远近驰名，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家飘香百年的糕饼店，老板是第八代传人郑永峰。他的家族从日据时代开始做糕点，但直到他接手，他想要卖台湾人喜爱的主食，就开始转卖包子跟馒头。不过这个百年老店家族好像都留着做美食的血印，因为连他的儿子都舍弃了电子新贵的身份返乡传承，而这也因此让老店的美味继续飘香。白胖胖的包子出炉，剥开黏腻外皮，大块鲜甜猪肉包在里头，仔细看还流出美味汤汁，让不少饕客慕名而来。他们的比较绵密，外面就是比较松软，我们比较喜欢吃它这个绵绵的感觉，而且不会太甜。这样一买就几年了？十几年有了。每样都熟悉哦。哎呀，有拢熟悉啊，伊捌我，伊那头家，那少年头家拢捌我。你是姐妹嘛？哇，如果讲啊，你看得出来哦。他都感觉无啊，运气啊。顾客买到变老友，因为这家店在彰化鹿港已经飘香超过百年历史，从日据时代做糕点起家，黑白照片中还可以看到鹿港老街的店家高挂日本国旗，而郑家经营的就是这间老店，开了将近200年，不过第八代老板郑永峰接手，觉得要做还是要做台湾人爱的主食，开始转型，把做面包发酵的原理套用在做包子和馒头上。我们改成专业做包子店是民国70年。他第几代？那个是我爸爸嘛，第七代嘛。好，我爸爸他是大概 all in one 嘛，什么他们做了。谈起过去，郑永峰透露对父亲的崇拜，还有藏不住的敬畏，愿从6岁开始学包包子，就让他吃足苦头。我爸爸很严格啊，他一般讲我讲。啊，但他的手，他的窍门，对啊，哈，对，就是你练完了以后，会不再进，你进了包，不得慢慢练，慢慢练，等剑龙Q 碎啊，不有的包包传进来，幸亏啊，可能这个不行，重来，这样子啊。那时候不会很挫败？啊？还捏到一半？对啊，不过精益求精呢。严师果然出高徒，因为已经拥有一批员工的郑永峰，现在主要负责监控所有流程，很少再动手包包子。不过临时被抽考，功夫还是很扎实。这样子好啊，大拇指黑的话不要动啊，这么大，3个、4个，啊，用这个手指头黑的把这个线整平啊，这样子。包子要这个大拇指要在包子的馅里面哈。对于包制丝毫不马虎，就连里头包的馅料特别选用猪的后腿肉，肥瘦达到黄金比例，调味遵循古法，数十年如一日。郑永峰强调，绝对不加化学添加物。鸡精粉，啊什么高汤粉、香皂，啊这些都是化学的东西。我们强调的都是说，我们都是永业的天然的。就是国潮必赢，卖这些原料的跟那 sales 还笑我说，你看别人都参差很多，我的人家都说他们老师，那你有时候很笨的，都不算。我说我们是有所为的，有所不为。讲求食品卫生，因为郑永峰除了有守护家族事业的使命，还有喜爱透过阅读来提升家传美味。像那个什么稻谷粉、高汤粉，就是蛋白质的水解物了哈，以盐酸的分解。啊，这类的化学，那个化学东西，对，你是天然的啊，所以对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是扣分的，我们就拒绝了。做美食不忘读书，包子店2楼就收藏不少郑永峰爱的书籍。他说：“活到老就要学到老，而且还要向儿子看齐。”所以你自己念的科系在什么方面？他电脑高手啊。他是电脑高手。老爸话语间满是骄傲，因为郑逢文大学念的是电子工程系，原本可以月领高薪，不过却愿意舍弃电子新贵的工作返乡传承。小时候学写作文的时候，不是会有文字阅吗？对。然后那时候我写文字阅啊，拿到我们的提前加阅的高薪资，然后那个我老师就
来回来家里做那个家庭访问，说那你这样小朋友这样不行啊，那个应该好好念书啊，他讲就是做学做饼啊，做包什么的之类的，因为以前在这个行业是会当大家认为说就是哦你不想读书才会在小孩都去就是跟现在的情况反而不一样，虽然就是很辛苦，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职业。对，人家想说很很出众，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说要有很高的学历啊，或者是很好的工作，才算是出头天。你的爸爸也是这样回来的？很高兴啊。不能高兴啊！我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啊，他们都继承这个事业的。因为很难得，难得，对啊，对啊。他尤其更难得的，我们到他们是第九代的啊，如果说可以九代传承，哦，这样也算是好，非常的不容易啊。有儿子做强力后盾，让郑永峰拥有满满动力研发各种创意馒头。八年前想出把桂圆加入馒头的想法，经过不断测试，最后发现美味关键就在食材本身。我们坚持说一定要用台湾的桂圆，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桂圆馒头都是进口的，啊，进口的那个品质就跟台湾的差很多。价钱是有差吗？价钱大概1:3。桂圆 Q 弹，甜而不腻，加入馒头，美味再升级。蒸煮后飘出浓郁香气，愿从里到外桂圆满满都是。或创意源源不断，因为走在烘焙路上，郑永峰并不孤单。好像爱包子，还是爱蛋糕啊？我爱烘焙，我对 baking 对烘焙很有热情。我说我是现在60几岁，嘛超热情的。刚刚有时候我得家人在这边做西点，然后在实验，跟着女儿在实验，那就做到那2-3点，好多的话我能感觉越做越有趣啊。郑永峰说，儿女不只是他事业的触角，他们愿意回来接棒，也让这百年糕饼店能继续飘香。